花2000去养殖去赶海是什么样的体验？哦，全部搁浅在这个石坑里面。哦呦，哇呀，你看，哟，那么生猛。喂，一条，哦，两条，这里还有三条。哦，这个漂亮。哎呦，四条，这里，收了。哇，这是什么哎？哎呦，哦，这种颜色的，这个是什么螃蟹啊？好奇特啊！收了。哎呀，你看这里，哎呦，这么大一条鱼，哇，躲在这个石头洞里面，哇，抓到了！哎呦，哇，抓不起来哦，呀，哎呦。哇，你看那么大一条，幸好是搁浅在这里。你看，哇塞，那么大，你看呀，收了。这个洞里面有只龙虾。哎呀，哇，你看，幸好抓到蜥了。你看，就抓到一点点的蜥。哎呀，收了呀，这么大一条鱼，你看，哇，红鱿鱼，全身红彤彤的，你看，哎呦，也挺大的，收了。哎呦，这个龙虾漂亮哦，你看呀，跟其他的颜色不一样嘞，收了。两只馒头蟹也叫喷水鸡，你看他们两个都会喷水呀。这种螃蟹没有肉的，只有那两个大钳子有一点肉，收了。耶，这里缠着一条鱼，哇，好漂亮，你看呀，潮水搁浅在这里，收了。哇，好漂亮，看到那条鱼在吃海藻没有？哎呦，抓到了！哇塞，又是这种漂亮鱼，哇，最近好多。哎呦，收了，兰花蟹。哎呦，两只哦。我刚刚只看到这一只，这里还有一只。收了。这里有两条鱼，哇，这个想跑，哇，抓到，呀，还想跑，收了，一条金骨鳗，躲在海藻里面，抓到了，呀，你看，最近这种鱼挺多的，这个季节，收了，这里搁浅了一条鱼。哇，抓到了！哇，白鲷，你看，银色的，漂亮吧？收了。耶，这是什么哎？哎呦，鳗鱼！哇，刚刚看到它在爬，我还以为是蛇。收了。呀，鳗鱼，诶，嘎了吗？还没有哎，你看，嘴巴还会张开。哇，那个头好漂亮，你看，这种颜色，这个就收了。